啊，你帽子戴上，然后这个哈拉锁一直拉到顶上，一直，哎呦，静电，对，一直拉到大顶上，你就会再也不动脸了。对，就会敢保证你不动脸。对，但是你刚才动不动屁股？动，哪儿动？是吗？动哭，动哭。哎，你记严实了不就好了？对，再记上，记上，对。熊出没，小心熊出没。你不用拿那地图了好吗？你知道门市街怎么走吗？我不知道，有你这么聪明的人哪需要我知道，我啥都不用知道。我不冷。哎，到一吹就冷了。你看看，你说你这个人变化多大。不是，你拿手机啊，你真是老爷子了，还拿地图走，你拿手机就行了。哇，好可爱呀、啊！它这个东西很有意思，它这个是个铁丝，你看，什么叫千年老妖？这就叫千年老妖。我给你照一个啊、哦，这个太可爱了。这回暖和多了吗？啊？你这帽子，哎呀，你这帽子太有意思了。你还能看见路吗？熊出没，小心。为啥这件衣服被你穿出了喜剧效果啊？这衣服被你穿出了喜剧效果了。人家都没穿我们这么夸张哦。我现在猜测你上身一点也不冷，就是下身有点凉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嗯。哎呀，我忘了，应该把你那个护膝给你套上就好了。回去啊。不冷了。你有一个羊毛护膝，我给你套上。你脚冷吗？对。啊，那就行。哇，这个狗还卷着铺盖卷呢。好，淘金者，就是你这个样子，可有历史感了。你先借哦，打折，什么东西打折呢？哦，哪有加拿大构思？这不大脚鞋吗？他这有卖大脚鞋的，看了吧，大脚鞋。啊，石猪鸟，哇，不是石猪鸟。哟，他这怎么打折呢？打得很厉害。哇，真的？哎，石猪鸟打折，你买一个。石猪鸟上面可以装备。520多，现在是原价呢？700多，原价700多。我现在524。啊，你看他打了很多折。那谢谢弟弟。是不是？给你买一个吧，这就是那个啥呗，冲锋衣呗，防风的，哗啦哗啦直响，防风防雨。还有别的颜色，他还有裤子呢。你试试脱下来试试吧。哎，我也忘了我们温哥华卖多少钱，反正至少便宜个税。这个全部统一价，售价都700多，你全部几块？是吧？变成500多，是吗？这还便宜。嗯，那你穿上吧，看好不好看。还挺好看的，我觉得。你觉得呢？嘿嘿，你那Lululemon呢？比那个好看，我觉得，是不是？这中号太大了，小号。现在啊，现在是什么号？中号。你说大小啊？大。中号一点也不大，我跟你说，肚子都微微挺起来了，还大什么大？我这穿的。一点也不大，我还有点担心小不小呢。你觉得不小是不是？不小，这都适用
你这个行，我觉得。你看这肚子，还不得穿的这么厚的衣服，有啥名牌干啥用的？呀，始祖鸟这个确实一万多呢，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系列啊，没研究。不行，瘦。这种衣服你是得里边穿的厚一点。哎呀，你啊，你觉得太小吧？正好是胳膊大小，真挺好。那肚子呢？哎，你别说，它这个款式穿上还挺好看的。你不觉得瘦小吗？啊，哎，真挺好看，这个颜色你穿。肚子你看看，啊，我看，哎呀，不行，后边都勒出来那个小蛮腰了，后面都勒出小蛮腰来了，不行，年龄大还不能穿这么瘦，太瘦了。你这个小号我能穿，其实，就是年龄大还是希望穿的宽宽松松的。觉得不大，这还能算大吗？不大，这可真不大。你怎么会觉得大呢？我觉得正好正好的。那袖子往上撸一下就完了吗？上边你弄得紧一点，它上边那个垂下来一下子，它就很正常嘛。对呀，那个东西对，这不就不影响啥吗？对。啊，这走路完了特扎眼。嗯，对。名牌扎眼。哎呀，可厉害了，可扎眼了。它这个好多款还真就这个好看。哎，你别说这些，不管打折不打折的，所有的说起来我觉得还就这款好看。戴上帽子我试试，我看我看，哦，帽子后边还这样的呢。你别说，人家名牌还是不一样，这一个帽子都做得这么立体啊。这还能好，能摆开吧？哪个？他的很多东西都是有那个专业性质的，反正他的是肯定有用的，肯定有用的，啊，觉得挺好的。这干啥用呢？在国内没啥用。这是就春秋穿呗，要不然你再想想，啊？再想想，你再试试。我不试，我试他干啥啊？那要不然你就再想想，我们先去加拿大鹅回来再买。女的好像没。是咋的？和冬冬服好啊？什么？登山服的，这是什么叫登山服啊？这里边外面套个登山服啊，这像滑雪用的啊？不是什么滑雪用的，它就是防风的，就是你在室外，对，它防风防雨，冲锋衣嘛。半天你都不知道它干啥用？啥用的不知道。哗啦哗啦的，这个不打折，就那个颜色。半天这对，加拿大鹅，就这儿呢吗？哇，他们这些名牌就这么随便挂的哈，看着好像，这哪有打折的？这是加拿大鹅呀，这应该也不是。印第维尔，一看就不是。上写的吗？哦，上面有小马甲，跟我那一样的。啊，这应该是全国统一价。那这边有没有？走吧，买那个啊，这是鸟，始祖鸟给六啊，或者怎么的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买东西，你买东西，你要是说不是说很确定要买，那你就不买，你不要每次买东西都要给自己找个理由，说啊，我这个不穿，你可以穿，然后买吧，你可千万不要这样，你不穿，人家想买可以买自己的，为啥非得你不穿了别人穿呢？所以说你要喜欢你就买，它那么高。哟，北面。那去那个啥吧，去看始祖鸟，然后上衣和裤子，不行给你弄一套，是吧？这裤子可能是比较那个做的比较专业。裤子这码的是中号。把大衣脱了吧，我热死了。这个一件还是？这个不好，这个太薄了。哎，这个还是另外一样的，哎。这个很酷啊，哎，你看看这个呢，这是啥呀？哎，这个很酷。这是薄的，好像跟那衣服很接近的。你把这两个，这个我觉得酷，我希望你穿酷一点。这个好，这个很酷啊，造型也很酷啊。造型上前面膝盖是细包的，它不是一般那个样子的裤子。嗯，是始祖鸟，不是宝。是。这不始祖鸟吗？你那个什么，拿一个条，它这个好几条裤子都不一样。这多少钱？
500多，哎呦我天哪，买不起，419。怕不得呢，胖了吗？600呢？600块钱。哎，你去试试，试试试，拿着试试，如果好看你就要呗。拉倒，一看不要。为啥呀？谁买这玩意儿？这都酷啊！你穿上，你试一下。我以前的，你看我都不成时髦人。你咋不时髦啊？对呀、啊，好看，也许它可时尚了，你就买下来呗。你试一下，拿着，那你试一下，你试一下，我一定要看看这个，好看就买。牵着路，牵着在那边。我知道，拿着它一起过去试试。然后你把那件衣服也拿着，你把那个毛衣、厚毛衣脱了以后，看看穿一身啥感觉，是不是？好，拿上一件衫，拿上一件中号上衣。这个便宜的，因为它便宜。因为没说要便宜，这为什么运气呢？是好吗？那也行，那你愿意试就试吧。带毛的里头。哦，这样的。毛的。啊。哦。你这都拿着吧。中号。都拿着。哎，149，你看跟你那又不一样。299。153。哎，299打到149，跟你那个又不一样，你看了吧？它这好几条，好几种。哎，你都可以试试呢。419，这么不要啊？不是，这就是那个很夸张的，你试一下，试一下。这还有149的，我倒觉得这个149的不比你那个209的差，你可以把这个拿着试试，是不是？我觉得这个蛮好看的。是吧？这号可以的。我说那不一样的，它不一样，确实不一样。原来是的什么号？我说那中号，它标那个38的呢。对的，它不是一种。那啥意思呢？它那个标。那你就两个都拿嘛。38不可能穿。为啥呢？我穿33、34、35。哦。这38不能穿。但那个好看。辣子，38我跟你穿不。这个呢？这个跟那一样。腰围都没有，大子我也能穿。看这个呢？这。哎，这个是，对，拿它，这个是什么号的？32的，还小啊？哎啊，32还小，我穿33、35、34、35，是吗？哦，样子比你那209的好看，然后薄厚跟你那个衣服也配。小型是不是长短型是吧？长短型，可是有点瘦，是不是？你觉得舒服吗？这不正好吗？它的腰围也都觉得这样，是吗？你觉得舒服吗？觉不觉得不崩腿啊？崩是。它好像不是那种宽松的款式，舒服服的那种哈，还是弄那个造型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结束了，这就是那个贵的那个。对，这前面滑雪服，冬天用滑雪服，这冬天就要强定滑雪服。它不是滑雪服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因为它很薄，它就是那个啥。这个是多少？这个是打完折多少钱呢？400多吧。问题，你里面啥都没穿，也还没有多肥大，上衣没问题，上衣行，裤子吧其实也行，就它的裤子平常穿的不好看，衣服是很舒服，能硬舒点，这地方硬舒完就滑雪时候，它不是滑雪的，这地方活动是很舒服，对啊，要不然你干脆都买了算了。啊，有啥用？衣服没问题，这一件还是有时尚的，好的，挺年轻的，是不是？我这裤子，这裤子确实有点贵，但是我觉得这比那几条都好看。你觉得这裤子好不好看？好看，裤子时尚，是吧？多时尚啊！160，1000多，一套啊？嗯，1000几啊？400多，500多，这个500多吧。啊，1000，哎，行，我觉得是不是？一般裤子很少能有时尚度，你发没发现？这个裤子，然后好看，这个舒服。对呀、啊。这裤子就是旁边有个东西吧，就你要知道哈，就是这种裤子它的版型做起来就比普通裤子麻烦多了，因为它那个膝盖那个地方是整个是凸起的，后边腿肚就往后凸起的，它这个。要它贵呢，你看它贵，比那都贵一倍，是吧？好，走，拿下，走人。一套全买了。不喜欢。我感觉这裤子我要不夸好看，你好像都不想买了，是吧？1000多买一身还行，5000多块钱，好像国内这个时装鸟也挺贵的。
那这个裤子我其实挺喜欢的，我觉得穿上是不是？哎，这旁边这大拉锁是干啥的呀？侧面，这老大的大拉锁。这就是，哎呀，这腿这什么肉啊？这是你要是漏有热了，你可以把上面放气的。放气的。哎，这一身其实你在加拿大利用率很高，你出去骑自行车干啥的哈，花这么高价买身衣服骑自行车，挺年轻的。别人没觉得，就你自己觉得好看就行了，实际上这别人觉得都买了吧。这裤子比这个衣服还贵吗？对，打完折500多，哦，原价700多呢。对，哦，那还是裤子衣服贵一些。行，一千。没了呢。什么？是这样的哦，真的。放两秤，就是滑雪服。不是滑雪服，这么冷，它怎么能滑雪服呢？它就是怕你蹭到那里，所以说你说它这个东西贵，它是有它道理。你老说滑雪服这么薄的东西，你不想想它怎么能滑雪？它就是平常你这爬山，你就是喜欢野外运动的人，钓鱼的运动的。然后那个有风有扛风扛雨，它是就是户外运动的。都试过，都脏呀。那可是他肯定都有人试过，对，无所谓。一个这个，我从来不爱挑衣服，这不也是这样款式吗？现在都是，他这块弄了一堆褶，你那个没有褶，更高级一些。嗯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不是那个牌子。274，也挺贵哈。你这个更贵，你这想要不想要啊？咋回事？吱吱扭扭的，你要不想要就不要。你对我担心啥？我担心你回去根本就不穿，那可真没必要。啊？那可不是拿着的事儿，我感觉你心里头老对这种类型的裤子有点执拗，你执拗，不是那就赶紧交去，别犹豫。看看他的税到底能省多少钱，我估计这些怎么也省100多加币。其实我很喜欢这个裤子，可时尚了。回去看看温哥华多少钱，他节省7%，哦，节省70块钱，一共加税多少钱？990多，哦，990多买一身，我觉得还挺便宜的哈。哎，你问问他这个就折扣温哥华有吗 ？We have different discounts. Oh, sometimes they don't do discount. Now we're just trying to end winter sale. But if you check a website, there's no discount. It's just our store.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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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reat. Okay, thank you. Oh, lucky, we are lucky. A lot of people from Vancouver when they come to Whitehorse, they say, "Oh my God, I am buying." Oh. Okay. Because in one store we have Canada Goose, Arterix, California.OK，OK，三天。哦，这是他们商店自己处理的啊，那太好了。属于肯尼迪摊里面的。高兴了？没啥高兴。这个人，老倔老头。那你买东西不值，我买东西买完就高兴，不高兴买它干啥？我只感兴趣。你只感兴趣吃。反正我们现在就是税就省了70-70加币，不是始祖鸟打折的，是他们这个购物中心自己断码打折。就是你这个上衣原价700多，打折到500多，500打有200吗？200多，打200多。那裤子呢？600块钱吗？打价170块钱。啊，打170，然后加上那200，那打了370嘛，370再加上税，这70，370加70，440。哎，这便宜440加币呢？那你是咋的？